大一个问题，就是说你刚刚讲说你有1.5亿，你会放几个财富管理的户头？那这些财富管理户头，你钱不会只放在那里吧？你会拿他们来干嘛？那当然是我觉得我会拨至少60%去做配息型的基金，比如说假设我今天有1亿嘛，1亿存对，到银行里面，那我6000万是不是？拨6000万出来做配息型基哦，金，那很厉害。而且我不用去找那种很高的那个，我只要去找那种5%、6%的，这样我一个月其实就我1年就有300万进来，对，那其实就是你的被动收入，你对就可以啊，靠这个，对就啊，是不愁就不吃用工穿作，的。我就300万1年可以拿来花，很爽是，那你剩下的4000万，你打算怎么操作？4000万人情世故吗？比如说给宝可梦3999万之类要也是给我家人，先给我家人，好不我是你好？的家人啊你会，你当然就是当然一定会 开玩照，笑就是的，给，就是会给家，孝敬父母。当然一定是孝敬父母，然后带家人出去，带朋友出去吃好料，去搭头等舱。如果可以，如果那个疫情已经过去的话，对啊，就是剩下1/3，那当然就是拿我有些还部分会拨来买保险，因为你买对，保险又有里程。你就哦，拿了一所以堆，就是要赚对，这拿些了里一堆程里数就程对跟点数，你去换饭店、换了。机票，然后剩下钱拿去玩，不是很爽吗？然后每年还有300万这样收入，我觉哈哈。得，因为我个人我不像保大是这么精于理财，就是去做很多东西，所以我觉得我去找一个稳定配息的基金来当成被动，因为其实母数够大，它的收入其实就够了，所以我觉得这样子做，第一个我不用去担心。哎，我今天要去调整我什么基金部位什么不用，就反正他每年就会进这么多钱进来，那对。另外一边我又可以玩得很爽，这样。